国队能气氛是怎么样的？为什么配合能这么好？大家平时都玩得比较开，然后打比赛上默契就会更好了。我要超神，怎么超神啊，兄弟？差一个有没有投？让给我，求你们了，求你们了，让给我，我上三个，什么意思啊？让给我，求你们了，求你们，求你们，快快快！真的，给我一个，先给我一个，好吧？不行不行，我三个，我的都是我的，我来我来我来，解除了解除了，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？上上上上上，哎哎，开始了，上上上，跟我走跟我走。啊！给我一个，求你们了！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求你们，还有两个，求你们了！给我，两个，两个，我的，这有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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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Legendary。嗯。给我五三，一个最高，一个什么意思？一不在。求你们了，给我一个好不好？我就差五个，我就差五个。这个人要出来吗？差什么五个？一不在过分了。哎，帮我空一个，田野，来来来，空一个。哎，救命！就一个，就一个。哇！就一个，杀不了啊。猜了吧，猜了吧，猜吧，猜吧。比赛上默契就会更好了。每个人都不要再想上一把四了，我们想一下明天环球怎么玩就行了。别，我想要再多打两盘，好吧，我们再多打几盘。你怎么就嗨起来了？肯定嗨啊，不嗨怎么打比赛？韩国队打赛前不嗨，你还赛中嗨？对啊，再说就被他们打了，还不起来了呀！我们打架，他们看，保驾保驾，我帮你打，打架，这波打，哇，打左一，能秒吗？没秒，慢点，我一下，TP，先走九五七，先走，我一下，TP，我一下打定，看那个左一 ，OK。别急，他冒开没来，左一冒开没来，别急，左一，左一，哎，我们输了，他们以为我们赢了。听一下，这么多人来替你们加油打气呢，自己不要先意志消沉。你看台下的观众替你们加油打气，并不是一定要你们赢。他们是希望你们能够放松心情去打，懂吗？所以你们就对得起他们，就是放松心情去打。一样是2-2，凭什么对面能笑我们笑不了？哎，不让，杀一把他们。是啊，轻松点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猜一下，猜一下。进吗？可以去。我死了。来死。不会死。唐浪，等一下，这个位置可以。沙皇，一次血，沙皇，一个，来杀一波，开进，没事，大柱死了。一波，来，我顶他，兄弟，nice， 打得好，冠军。